湾珍奇美食驾到，这些美食你敢吃吗？看这个珍奇异兽。什么？这是我们黑人超爱的吃的一种鱼。但是也有这个，我们很爱吃，这个超可爱，肉圆很软。在哪里？蛋蜜汁。因为我小时候好喜欢喝蛋蜜汁哦，你们喝喝看，非常好喝，真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跟班。